当时我就觉得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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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，心都化了。哎呀，大家已经建立感情了，在没有来的时候，这种想念会越来越深，就是感情也会越来越浓。然后这次来看见他们之前的想念都全部都释放了。我好想你呀，小七姐姐。我也想你，我也想你。